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r. 六佳美窗帘。现在我来到 Country Garden， 来看看我们这边做了什么。这个其实是一个民宿，他打算做到漂漂亮亮，租个好价钱。看到吗？这边就是遮光窗帘加雪纱。我们看看房间。这个房间它就做一个简单的窗帘罢了，它就比较省掉一点钱。小房有个飘窗也是一样，做了一个遮光窗帘罢了。这个是主人房，主人房是做窗户窗帘加雪纱，就是两层，就厅和主人房做美美，其他房间就做简单的一层就好。要好的窗帘，请找佳美窗帘，谢谢。